时间，学生不是枯燥乏味的坐在位置上，而是来一回的在教室内走动，参考欣赏同学间彼此的作品，而这作品不是画在纸上，而是画在同学的脸上。正修科技大学化妆品与时尚彩妆系今年刚成立，但是已经发展三年的生技彩妆数位学程已经有不错的成绩了。这堂课是创意彩妆设计，由拥有多年经验的业界彩妆老师授课，教导学生将创意与抽象的概念表现在彩妆上。这个系所呢，主要是以发展这个化妆品科技，研发，然后分析。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时尚彩妆艺术美学的创新为主要的发展特色目标。那早期呢，因为我们是化工系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环境检测液的部分。那我们发现呢，其实在化妆品里面也很多是需要去做这些检测分析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在这方面也培养我们学生有这一方面的专业职能。所以在我们的课程规划的时候，我们把它采用一个分组教学。那分组教学的部分主要有一组是在化妆品科技的部分，那另外一组呢，就是在我们的时尚彩妆造型的方面。每一张美丽的脸庞都是学生耗费2至3个小时的作品，除了彩妆，连身上的衣服还有复杂的发型也由学生一手包办。兼具华丽典雅造型的服装搭配色彩缤纷的彩妆，学生创意发挥的淋漓尽致。尤其当这段音乐响起时，一时间宛如回到半世纪前当时学校创校的60年代。以理工科系起家的正修科技大学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走秀，学生一上台就惊艳全场。台上学生精心打扮，各种复古科幻造型琳琅满目，成为正修校庆最精彩的活动。正修科技大学是在1965年创立，那时候刚好是台湾的化工业刚好在起步，所以当初呢，我们就是学校的创立科系。那第一个创立科系的时候就以化工系，那经过了大概47年。那现在国内的整个产业结构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哈，不管在环境上面，还有在这个产业升级的方面的话，都已经很多不适合我们看到的传统型的那种化工业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刚好在有一次在做一个产学合作案的时候，那刚好有机会切进去做一些清洁用品。那时候是帮一个台东盐湾训练所做一个清洁用品的开发，那时候合作的效果相当不错，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考虑是不是说可以开始切进去化妆品相关产业来发展。所以呢，就跟系上所有的老师还有学校讨论过以后，我们在1998年先设立了一个生技彩妆学位学程，那开始尝试去做这方面的改变创新招生。那经过了3年以后，我们发现呢，这整个招生呢是非常的热烈，
那学生也很喜欢这个我们设定的这个科系的发展，所以呢学校就觉得我们已经有发展成一个系跟所的必要，所以我们在101年就把它改成把我们的化工系改成化妆品跟时尚彩妆系。近年来，国内美容美发及媒体等化妆保养品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国内化工产业积极转型朝向最环保之特用化妆品产业领域，也就是化妆品科技。所有新生在大一时都必须必修生活化学及实验、皮肤生理学、化妆品概论等。二年级时再依照兴趣选择化妆品科技组及时尚彩妆组，若是选择化妆品科技组，则必须学习生物有机化学及实验、化妆品原料学等。三年级也有化妆品检验、美容医药学、化妆品香料学等。学校提供的专业教室及图一设备，让学生并非只是理论上的学习，而是能够亲自操作。毕业前必须要有业界实习的经验，学校也会积极协助学生媒合相关的产业，让学生一毕业便能与社会接轨。我们也聘了很多业界一些实务经验很丰富的一些专业技术人才。那目前呢，我们的整个课程的架构，除了我们原来的有一些化工系的一些老师做转型的改变，那也有新聘一些艺术美学方面的老师，然后再加上我们有30几位的这个产业界的这个实务的那个专业技术这个人才加入。这学期我们另外有跟 Happy Hair 就是快乐丽康企业跟他们做了一个就业学程的课程规划，这是一年的规划。那这个规划里面我们又增加了在学校里面他们不曾学过的一些课程，那请到的老师也都是Happy Hair 他们那边的业师，来给他们一些更多的职场上的一些训练，让他们对自己能更有信心这样子。所以他们参加了这个就业学程，其实他们在寒假就必须要再次的又到业界去做职场体验。二年级的陈云目前除了白天在学校的课业，晚上还在美发沙龙上班，因为老师的推荐，让完全没有基础的他有了学习的机会。其实时尚发型设计是三年级才能接触到的课程，但是他的主动学习让老师和公司的主管都对他赞赏有加。对，我以前做餐饮是因为我想要赚钱，可是后来发现就是你四年然后毕业了你出来，难道你要一直在那边端盘子还是干嘛的吗？因为我觉得你去哪里学到餐饮的东西也是差不多的这样，所以后来就是对我来说钱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重要是你自己学到什么。对啊，就是挫折一定都会有，可是到后来你就慢慢抓到诀窍以后，你就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我觉得洗头基础很重要，所以那时候就是学会比较辛苦，因为你没有基础，而且我觉得基础又很重要，所以对啊，在学习上是蛮认真，他自己会去要求他自己的进度，然后重点是他就是很努力，就是每天就是一下课就会赶过来我们店里面上班，然后就是利用这几个钟头之内去把他该学的然后把他学会，那假日就是整天全天班，那只要是寒暑假他都会利用他自己的休假来变成像正职的工作人员一样，就是在全职去服务客人这样子。学校老师也会安排我们公司的人去帮他们上课，我觉得正修他们的课程是有教到很多，就是像现在的头皮理论，头皮的知识，还有在彩妆的知识，还有发型的知识，我觉得正修他们做得还不错这样子。是从实习的时候在国际公司，然后有学到这方面领域的事情，对，然后就是未来毕业就是可以，希望可以就是直接进入职场。都有啊，像我们都会去帮人家，像展场之类，我们都会去帮忙协助化妆。最喜欢彩妆，就是可以发挥自己想象力，然后画不一样的彩妆，又可以把人变得漂漂亮亮的。
虽然正秀科技大学化妆品与时尚彩妆系还在发展阶段，但已有许多明显的成果，期待未来能为国内提供专业之化妆品科技与彩妆造型人才。